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PS 手柄上插上耳机没有声音应该怎么设置。首先咱们应该长按 PS 键选择声音周边，然后插上耳机以后，你看输出至耳机写的是聊天语音，你把它改成所有声音就可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更多资讯请关注索俊数码专营店。